我是河北梆子武生演员郝世超，8岁开始练习戏曲的基本功，9岁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，正式开始学习河北梆子表演。这一下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吧。就是我这次上广州参加梅花奖3出折子戏，第一出就是昆曲的《林冲夜奔》。我们行内有一句话叫“男怕夜奔，女怕思凡”。我们一个演员要在舞台上表演30分钟，没有任何的道具、舞美、布景，一个空场，完全是一个戏曲演员通过这些长年度打舞去塑造林冲这一路的遭遇、一路的心路历。